强恋爱循环组到达了练习室。恋爱，来宝贝们，我觉得我们就把队长直接颁给我们 A 班的，对吧？直接给我们的，我有段小薇，我会好好带领大家的，加油！我觉得段小薇这个人非常聪明，他是一个有思想的人，有想法的人。他是 A， 他来选的我们，我们应该跟着他去走，因为我觉得他选我们应该有他的想法。一段说还需要很多勇气，一闻就出来了，有点酷可爱酷可爱的。好的。然后再是易璇出来，然后小猪同学就甜甜的出来，然后就是我也甜甜的出来，小唐同学出来，大姐出来。那好，先这样吧。我真的是希望自己真的能把每个人都照顾得非常非常的好，不想让他们有一点点不开心。他一开始可能就有他自己的一些想法在里面，所以我觉得他应该是有那种心，就是想带着大家一起往前的。谁有就是意见可以提一下？